哟。雷迪森铁铁们，我是墨人谷三族师兄万物爹来考，今天考过鸡翘翘，又叫鸡美丽、鸡牡丹、鸡鸽子、七里香，反正它的名字就特别特别多。不管名字有好多，拿到水上先洗了，还是用冰山矿泉水给它洗一下，结果矿泉水还是那么冷，把臭蛋给它盖了。这个是个手艺活路，以前我老头弄这个凶得很，我更是没有学会，就是这一坨揉得很好了，弄干净了。土鸡这个臭蛋比较小，刚刚那么烤不得行，我改进了一下烤架的工艺。刷点豆油，整点李姐调的辣椒面面，葱花，这个鸡翘翘就烤好了。嗯，全是辣椒面的味道。我先来告一下这个骨头脆了没得。嗯，还可以，就是这个辣椒面调的有点辣。哇，太好吃了，你看这个土鸡这个肉，嗯，80.5，这个鸡翘翘的精华就是里面的脆骨，嗯，太香了。哇，太爽了，这个来花花。